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万年财富 free free free！ 呜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Coco， 我是主持人陈国总。嘿，来看一下技术派练武功，噔噔噔噔噔，啊哒，爱豆亮等于起涨讯号，真的吗？砸他暴赚100%，好吸引人哎！哇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当来宾就好了。我也要，对，我当来宾，你好讲哦。哦，我当那个。坐下来的来宾好不好？很闲的两位那个来宾，今天都不来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第一位好，可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位何基鼎分析师，你好。我觉得今天的标题我真的觉得是蛮有趣的。今天标题让我感觉好像来到太空了、啊，凹洞量。难道这是存在在宇宙太空中的绝技吗？好多的洞，而且又100%，100%，有没有100%又凹洞？你这怎样？我们这梗是很烂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他要讲月球表面，对，月球表面比较好。月球表面呢、啊？对啊、哦，月球表面很多洞啊，哦、不是吗？跟他讲宇宙，所以我说今天有很多、啊、很太空感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很有宇宙太空感啊，哦、就是像那个月球一样。哦，好像越讲越冷。那古怪教授，交给你了。这个你给他几分？我给他3分。我给他3分。欸、你跟我一样哦，真的、哦。三分踢注定。真的好笑，笑话这个三分天注定啊，好不好？我突然觉得陈毅老师，你这比我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他的梗有10分，他、欸、他进步，他进步，你现在进步了，真的、欸。这个我还没想到，一个人几分，我给他三分，哎，对啊，因为三分天注定、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梗不错，这个比我昨天还厉害，超起，陈毅老师超起来，陈毅老师真的会用哦。你加脸书，他真的会用，他脸皮很厚。重点是他敢用，他用等一下跟你讲，我是在用哦。那你觉得好像很正常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像女生，她帮你，我就是碰你哦，我就强迫你肩哦，我就马上用啊，有什么？对，先用先赢啊。他这个不错，你这梗我给10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连网友都知道是谁启发他这个梗的，我根本就是启蒙老师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梗烂，我转身都要。你梗烂，我可以转身，可以转身 B， 你的梗太烂了，是他转身你啊，哦，是他转身我就对了。基地老师赖来，小鼠 GD 1788，可是老师怎么样，也是非常雄厚，像雄厚的背景啊，雄厚的背景，雄厚背景，好，学经历你看一下，好，大家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二位。杨玉华分析师，你好，主持人哥哥，老师着称的，哎呀、啊，老师，对，我给刚给十分，我给十分，你不要再讲太空，没有没有，我突然想到，没有，我刚刚给那个，要不然你再想一个、啊，你给基鼎几分？讲清楚，老师，3分啊。3分也是，我是启蒙他，我是老师哎、欸，注定啊，他照唱一次，我是老师哎、欸，没有我启蒙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梗？对，临时想到，你跟插人家话，还是要感谢你。好了，我插人家话就被人家骂。其实我今天一开始看到这标题，我就被标题笑到，哇，暴赚100%，100%。然后我是觉得，其实有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量给的讯号，因为其实有一句话是。那个新手看价，老手看量、啊嗯啊、所以今天我们从量这边去讨论，看看有没有抓到赚100%的机会、啊、好好，老手哈，情场老手倒是没错啦。好，请教第三位，哎、嗯，玉华老师的赖啦、哦、小鼠 RICH948，好，谢谢、嗯，好不好？第三位，谢承彦古怪教授，老手你好，老手好。他刚才说赶快赶快，那个昨天没有给他介绍赖，小鼠 GP520。当然我是觉得说量少还没关系，没量比较可怕，因为可能就要当爸爸了、嗯喔、这个就要注意一下。没量为什么？有量才当爸爸、啊、没量就要当爸爸，因为停了、嗯、对，因为停了，哎、欸欸欸、三分，哎耶，就是三分，还是三分听住的啊，七分可怕。今天这一场这首歌是变成节目广告歌的啊、好了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给你拼一下的啦，让你按秒一下、欸。来来来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妹妹，你来一下。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好笑，我觉得以后你就是帮他讲解就好，我就不需要他通告费又贵，就爱用人家梗，然后都只会强迫人家接一些烂梗。刚才我那个没有量，那个多好，对不对？还是要靠你来接了。哎，没有量，然后靠得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自在，好自在，好自在。好嘞，凹洞量等于起涨信号一样。当然我民间有谣传量凹进去，什么叫凹洞量？我们随便找一张图来凹一下，凹一下，凹，你要凹洞是不是？对，随便一个凹洞，随便一张量的图，好不好？嗯、老师这边凹进去了，对，凹进去了，吴宝，凹进去的 Maroki 就是买点，老师是这样说。好，其实基本上哦，因为最近行情比较闷呐、啊，嗯，那大家就会说啊，量缩啊。嗯，可是我想说说说说你爱我，说说说说说你爱我，说说说说说不出口。当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，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，没有量。对，但是呢，没有交易量是坏事吗？其实不是，往往到市场的量突然出现一种缩到极致的时候，
反而我会觉得新机会的开始，新机会的开始，新的机会的开始，好，很有新机啊！哎，老师，我知道为什么是新机会的开始，果然是年轻啊，年轻就是一开始就举了，来。对，趁胜追击。老师，你刚刚讲到新低量，所以会有新低价，所以就是买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当然这个是市场最常讲的啦，就是他大部分都看到量就说，哎呀，小心有新低量会有新低价。可是不然，你这逻辑不对哦。新低量有新低价是代表要破底的，所以你还不能买。对，这个就学一半。不是，他刚才是说是不是这样？他在问问题，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对啊，你爱上他了哈？我没有爱上他，我只是觉得你是年纪大了，年纪到一个程度，尤其是更年期哦，人家讲什么都生气了所以你是我说量少没关系，不可以没有量。你应该，所以你现在是没有量吗？你应该怎么样？年纪比我略长啊，但是我没有像你这样啊，我是凹痛量，你是没有量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，不要在意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不用在意，不要在意了，好。对对，像刚刚开玩笑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开他玩笑讲完，要跟他说不要在意啊，开玩笑，好，要不然他会你要怎么这样？你要怎么解？对对，好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讲这个标题不错了哈，就是说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凹动量是一个起涨讯号。新手看价，新手看价可以，就看价。老手实际上老手量要一起看啊，因为成交量反映的是市场的人气嘛，资金流动的一个方向嘛。好，那我们往下，我帮我移一下哈。所以两个部分哦，一个是当然一个是股数，一个是金额了哈。但不管怎么样哦，大盘我们当然看的是当然就是量，个股我们看的是张数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基本上。当然，量很低的时候，确实是表示市场整体的交易有一些停滞。可是凹动量到底代表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右边哈，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凹动量就是说最近的量缩跟凹动量的差别在哪里？量缩是量慢慢变少，但是凹动量是量缩的非常的严重。从图形上来看，突然会觉得哎、欸，怎么好像凹下去了？昨天有量了，好像突然凹下去了。昨天有量了，怎么今天突然没量了？对，然后跑到哪边去了？但是我要特别对哪个女人？我跟你讲哈，这个所以为什么回去都要检查？出差回来都要检查，对啊，是不是有凹通量的问题？对啊，怎么没量了？那你就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之前大概两个小时，现在大概要两个月，两个月，两天高估你自己，重新酝酿这个新的量能，对，重新酝，我们再讲新的量能，对，现在对，要多久量能能够回温？所以量能一回温，坦白讲，凹动也是一个比较啦。是为什么？因为相对而已啦。举这个图来看。你突然萎缩了啊！隔天如果没增加，你也没办法说它是一个洞啊。是，比如说陈毅老师其实蛮好笑的，可是一根 Coco 比就没那么好笑，更好笑了，就没那么好笑。哦、是相对而言、哎，你这样举例不对，你应该说基尼老师。我重改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应该说，其实基顶蛮好笑的，但是遇到我就不好笑。其实我本身讲，其实我想的，可是我觉得我跟基顶那么熟，不要啊，不是，因为他最近好像脾气也很大，对啊，他最近脾气很累，他纯也是为了股票熬夜，最近不知道讲什么，他就那个声音音量就突然变大。我是这样吗？我这样说吗？哇，我觉得不好吃吗？然后给他十秒啊，十秒再打股票，然后又把同样的话会再讲一遍。全对，讲一遍，都是复，都同样。明明说，明明跟他讲十秒，就叫他精。对，然后他又从头讲一遍。好，那怎样？时间到了，好，那不要说了嘛，那怎样嘛？对，今天不要讲那么长，还给我重复再讲十秒，还给我讲二十秒、三十秒。对啊，重复讲一遍哦，加简短，它不短哦。所以你以后不要拿他当举例了，不好笑。重点是不短。對没办法懂，我都讲，我都讲那么仔细啊！你有没有觉得他刚才那句话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接？对对啊，不知道怎么接啊？这个大概有，我就讲的很仔细啊，这个笑话大概有三分的、啊，傻子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哥来来来，好，那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实际上当然就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凹动量。你看，像在之前哦，确实新低量有没有新低价也有啦，这个也是有啦，你看量这么低。隔几天以后，真的又出现一个更低的价位，但是这个凹动量出现之后啊，就是说近当天的成交量是最近大量的一半，后面呢就出现一个大行情，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哦，台股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量缩，那这个量缩，我觉得如果能够再出现一个凹动量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掌握那个进场的时机，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要来教大家这个内容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但是
很多人会说澳动量是不是一定都会成功，我们先把会成功跟不会成功的状态先检视一下。你看这个也是澳动量确实有涨，这个澳动量确实涨，这个澳动量也有涨上去，可是这个澳动量就跌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凹动量也跌下来。对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凹动量涨，不急不急哈。所以你这废话，你只甩则已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哦，主持不能说中间突然插进来就乱丢一个梗哦，这不负责任的态度啊。哦，来我们看一下进来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节奏，随便就要插进来。对，他随便插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节奏。好，来，那你看这个也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，你特别注意一下，其实你问得很好了、嗯，我是开玩笑，不要太介意啊，不要太介意。我比较在奇，我这在奇怪是为什么？我觉得你鞋子有点学我啊，有点是你学我吧？有点。最近我发现我穿过什么衣服、什么领带，你就会复制。刚才说我碰过什么女生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。你是觉得我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啦，我们鞋子颜色啦。我学他的梗有没有？他就学我的装扮了。你看这边有个橘色、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人到一个年纪就是这样，人家偷学他这个，他就学人家哪一个，他一定要拼回来了。好，我们赶快回正题，这个时间不多了哈。对，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东西叫二十日均哦，均量不是上面价格的均线哦，就是凹动量低，应该在讲的时候结论好了，凹动量是转折点，对，可是转折向上还是转折向下很重要，很重要，这样结论吧，没错。可是你要怎么转折向上，怎么转折向下？所以如果加个均量，均量的斜率是持续向上，这个代表趋势是向上，它只是中间一个。凹一下，蚀幅的一个过程。哦，凹一下，就在蹲点。哦，蹲点的概念。哦，蹲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蹲点，你确定哦？你最近才不是才刚好膝盖打玻尿酸在？好了，那个不错哦，打的不错，那不错，那个日本是这样要练，像我们这都不用打玻尿酸。你膝盖很好吗？就跳一下啊！啊，是不是？你叫我跳我就跳，你至少要有诚意嘛，跳，至少加个请嘛，对不对？请跳，请紧跳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哦，跳这个还不能随便跳。我想有一种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好，还有一种是这样。这个不错，这边有点地震，算了，不要乱跳啊。哦，等下去楼下上来看。对对对对对。奇怪，商业区怎么会有这种这么激烈？对，这么激烈，不容易。好了，是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哦，来放大，20MA 的晚上，如果斜率向上。20MA 动量不是价格哦，是量的二十日平均量哦。量对对 对, 對，这二十天的平均量斜率，这个斜率，这画成一条线，橘色的。这个那这条粉红色的对，粉红色的线往上，这个是要买 iPhone 15的颜色。好，对，这个不是 OK 对，但是你注意看这里的斜率是向下，有点往下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啊？这里很明显嘛，这是向下嘛。这是所谓我懂的，这个只是偶尔说。这是量退潮了，对，退潮无量退潮没有完的，这个量是这个主力绕跑了。偶尔说这个叫欲拒还迎，欲语还休啊，那是一直不要跟你见面，就真的不喜欢你。对，那是真的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好，结论来。所以第一个，什么是买点？观察成交量二十 MA， 就同样是凹动量哈，凹动量我们刚刚有解释哈，就是说跟最近的大量大概少了一半以上。二十 MA 晚上也。斜率完善，走阳，凹动量隔天。那凹动量的，你不要说凹动量当天哦，因为如果是当天，你怎么知道当天是凹动？你要隔天才知道啊。对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是不是有没有道理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帅？你要比较。对啊。你不能看到我说，哎呀，你好帅，说谎。你怎么知道旧爱还是最美？要离开以后过好才知道，还知道吗？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是不是？为什么很多人说什么藕断丝连，藕没断，丝怎么连？你这个好。这个梗不好吗？没有这个逻辑，不好意思，我道歉啊，我道歉，三哥，你是捡到枪了是不是？陆哥告别，难得看你这么高兴啊！阿嘉，哎呀，好，那当然你说凹动量隔天或三天内我觉得是一个好买点，但你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如果说这个成交量看起来又出现凹动量，可是成交量一直在下弯，你要注意哦，这个可能叫逐步退潮，就是说，你知道，泽，他有回音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说，找我什么事？可是那个声音越来越远，或者价格太惊扰，或者价格跌破了十日线，跌破十日线，这是这种强势股的部分啊。强势股要看十日线哦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时候也可以看，不是强势股，你可以看至少看个月线，好不好？对。然后找对凹动量暴赚，找错洞，这你做。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？找错洞会爆，这不是你要求的。找错洞，这我们人妻制作人啊，不是啊，他可能前一天晚上被那个动物，对，我们就不能再讲。
讲话。哎，入错洞房。不是，他在打字的时候想到自己的。想到自己在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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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、哦哦，你不要乱讲，越讲人家在画圈圈的，人妻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可以，啊、不可以，他对不对他已经他这一张回去是要给他老公，人妻都比较好动啊，哎、对对，好动，好动，不要乱打错字，好动，好动，好动，不是好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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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免得掉入陷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凹洞量到底可不可以买，就特别先注意一下，均量往下走不行啊，我们当然要看一来接着逻辑哦，一说再说的凹洞量不能买。没错、哦，当然我们看实际的例子。说你爱我这不行啊，看实际的例子，好，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这个太文字了哈。好，你看、哦，凹洞量，定头这边要买在这里。可是老师很简单吧？这边月线的均量、不是当天买哦，我在强调粉红色的。你看隔天一上来是不是一个洞？对，这是不是洞？所以隔天就可以买了。看到洞就是高兴了。对，看到洞就往哪边做？对、哦，看到洞就开心了，就往哪边走？但是斜率要向上，是哦，斜率要向上，好，斜率很向上啊。斜率向上啊，当然，嗯、当然呢、啊，这边买对，好，我这边我隔天，我昨天、哦、第三天才买了，对，买进47.35，47.3，好拉远，好，那我们时间拉长，50%，去哪边找啊？凹洞量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看到量缩、哦，你真的不要一下子就马上陷入反例啦，老师，好，那你看这里哈、哦，下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，你觉得它是凹洞？放大，后面一直缩，哎、欸，缩到这里。你看了有没有？你觉得它是凹洞吗？还没有，后面是不是往下掉？是。好，结果你这边上来，你是不是觉得这里是凹洞？没错嘛。你觉得这边都凹？你觉得这应该其实不是圈这里，应该圈这几个都是凹洞。对。结果它直到往下走了。斜率是往下，就是我真的确定它是凹洞的时候，其实斜率已经往下了。是。好，所以这里这边是凹洞嘛？好，那你看，同样的，这里你觉得是凹洞？哎、欸，啊，它一直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凹洞。可是斜率往下，因为一直说，懂我意思，所以说你爱我，一说再说的凹洞量，这个梗其实没有不要一直用。这像做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梗我是绝对不会拿来用的，给三分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会拿来用，卖给，好不好？这种梗我不会拿，什么一直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打赌啊，如果有怎么办？点数用一次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我用的不会是这个说啦。好，来，那你看这个是，也是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凹洞、欸，哎、欸，难怪隔天马上就确认了、欸。没有啦，还是向下。难怪长荣那时候从200多块这样跌下去啦、啊。这种就是长期量缩，这个是不好。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，再看正力。来，那哎，伟创，哎，你看这是不是？哎，量差很多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算不算凹洞量？这是往上的，算不算凹洞量？算嘛。啊，斜率是不是向上？对。为什么这凹洞量很准？因为这个凹洞量是前面有人在偷买了。有人買这么低档的时候有人買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这样子啊。我大概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。他一偷被抓到，然后就有人想要，所以要马上停、哦、再偷，然后等到哎、欸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再来凹洞量，是这样就理解，我懂了，难怪，好好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、啊，而且这个可是這個平均还是买很多，不能改变他买，不能改变他买，不能改变那个买进的趋势了，对，好不好？这是不能改变他一直买进的事实，对，往上，对，没错、哦，所以一路向上，一路那当然到这个地方，你说破十日线要不要先出一下？还是出一下，先出一下、哦，那卖一半就可以，因为毕竟趋势向上，调节一下，好，在后面哎、欸、还是持续，还赚到啦，所以你看以实现获利11%，未实现获利高达100%。所以我刚才讲拉远拉远拉远，抓到这个凹洞量赚100%是事实，是事实的、啊，但是另外一半部分，都平均起来也有差不多55%的、啊，对，大概差不多60%左右，好不好？50几%，好，所以这个好来反例，好来看，在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出现一个凹洞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一直提醒大家说，凹洞量不是当天决定，你要隔天，隔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等个2-3天、嗯？因为你看这个后面量是不是一直往下走？对，哦，这个很重要了、嗯，整个退潮了，整个退潮，退潮了，整个退潮的凹洞量，它其实一说再说不行，它其实稍微停滞，说你爱我是为了跑，我去讲是为了要跑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来，他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人到一个年纪就是这样哦，就是说你不理他，他就要一直想办法让他，人家说老还颠哦。就像那了，哎、欸，老大哥，哦、你这个条面就是老、哦哦哦、是返老还童，返老还童，来来来，又凹，哎、欸，可是实际上后面又凹，又有，所以一直退潮，所以不能一直说你爱我，
对不对？老黄灯啊，哎呀，好好。所以你看它的量一直往下走，所以以后你不要讲老黄灯，我不准你这样说你自己。这个就是月球表面啊，对，好，这个就月球表面，很有太空感啊。不是我怎么了？不是七零这梗就只有三分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讲？不是啊，因为他讲不怎么样，可是我觉得我讲出来感觉不错。那你有没有转身嘛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不错啊。哦 ，Space， 他你如果那时候再加一个 SpaceX， 对不对？哦，这种太空感就更好。好冷。对，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不是你讲，比如说这个很像那个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不行，我讲很像陈彦老师的脸，注意一下，放大，来，你要放大，放大陈彦老师的脸，来，就月球表面，月球表面，哦。欸，上面啊，有看到阿姆斯壮吗？有 YouTube 阿姆斯壮居然在月球尿尿哎、欸！他那一次有上厕所吗？有、哦，现在有，这次有。好，那你看哦，这个是一个凹洞量很明显哦。那隔两天你看斜率还是向上，这时候来买进、哦。嗯，那随着当然一报到破十日均线嘛，那这个二十 MA 也往下，斜率也向下，我把它卖一半了、啊。是。那为什么这里会卖一半？因为毕竟股票的产业的趋势如果是对的，我们做一个适度的调节。没有怎么，所以最好是赚69%。好，然后你看哦、喔，在这里哈、喔，是不是又出现一次凹洞量斜率？哎，二十 MA 的斜率还是向上。是。那这时候哎、欸，再买一些些回来也是不错，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这边倒是哦，所以再买回来哦。对，所以我常常讲，这边再买。对，就是说股票卖掉不是不能再买回来，是就分手不代表不能再追回來。可是卖掉以后为什么要买三分之一啊？不再从全新买，从全部买回来，你不觉得自己有点，会觉得自己有点笨吗？心理的问题啦。哦，资金分三本是不是？心理的问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 ，OK 吗？再不要买上次，就全买就好了啦。然后再把它卖掉一半，卖一半，然后再把上次十日线再把它买回来，用这样十日线吧。等到跌破十日线再走，至少看起来很简单的操作啦，很简单的，至少69%的好不好？很简单的操作，这边少赚，上面下回来，至少这个整个波段69%，对，看起来是有机会赚得到的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所以重点是什么？买进哦，买进，买进什么？买进的时候，凹洞量往上的买进 ，MA 斜率向上，这个啊破十日线。再把它卖掉，对，把它站上十日线啊、哦，应该说凹洞量的时候，在晚上的时候，在不是站十日线，凹洞量的时候，而且在十日线的时候再买一次，对，就很简单。所以这些到底要只是了解没？了解得很清楚，好不好？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最后结论了哈，结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差不多一样意思啊，好，你快点说哈、嗯，就是凹洞量找低量哈、哦，注意搭配一个二十 MA， 好不好？好，那一旦一再量缩，千万不要碰，就提醒大家。好，谢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，好不好？那个 Coco 赶快来哦 ，Coco 赶紧来。发呆了，我在学。我以为你想要问静静老师有什么问题，想。没关系，静静老师你有什么问题？还是傻昏踢住，给你十秒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觉得那个凹洞量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有没有那个特殊的事件？如果比如说像是国外的股市放假，只有台股在独自开市这种凹洞量，我觉得就不算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哎，这不错哦，哎，刚好十秒，哎，刚好十秒。我刚才在旁边十九，哎，因为老师他的问题不错。瓜皮巴郎卡林金，噔噔，瓜皮巴郎卡拍面。我拍秒。我觉得我已经被这首歌洗脑。好，快点快点，傻红听住点来，玉华老师。没有，我觉得最大重点，我觉得今天学到就是要等三天了。看三天那个凹洞量是否有确定，好不好？再做进展要有耐心。谢老师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不错的啊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每周二周五晚间八点上线。一三五解盘影片，二四教学影片。最后还是靠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呜，大吉大利多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，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刘星宇，买这套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最重要，杀最低，谁又改掉这坏毛病？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你的财富 free。OK， 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，有让机会错过。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。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，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 ，My don't。Oh， I know， 看多看空，春夏秋冬都有浪费在你左右。买就喷，买就套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最最高，杀最低，先要改掉这坏毛病。疯狂故事福利社，买财富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。